算来算去少一两呢。哎，都怪我自个儿算术太差。我记得那年呢，15岁，县学的老师们呢非常重视我们这一班秀才，管我们叫升学班。另外还有两类嘛，叫做普通班跟放牛班，相信大家也听说过的。我们这种升学班的秀才们呢，嗨，读书压力那是特别的大。有一回，我同班的5个秀才报名参加一个白话小说写作班，指导的先生呢是吴承恩先生。我娘认为这是正当活动啊，准我去。可这件事情啊，让我们教算术的老师知道了。那天他走进教室来，把我们5个报名参加小说写作班的秀才叫站起来。这5个人啊，有2个算术成绩相当好，而且呢还经常的保持水准。另外2个呢，成绩是忽好忽坏。至于我呢，别提了。站起来。老师啊，先对着那2个成绩好的对他们说，你们2个人要去这么好几天，放松一下也是好的。我这个教算术的老师呢，准你们去写小说，你们坐下。转过头来对着那2个算术普普通通的说，你们2个最糟糕，成绩是忽好忽坏，忽上忽下，啊，有什么脸去参加这种课外活动啊？一失足成千古恨呐！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难道是为了写小说吗？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骂了半个多时辰呢，才让他们坐下。全班同学鸦雀无声啊，心里非常害怕。哎呦！老师啊，把那2个算术普通的都骂得狗血淋头了，不晓得现在要把这个算术很糟糕的59怎么样去开肠破肚了。大家都不讲话，等着老师抖包袱。老师瞄了我一眼，转头望向窗外，摸着他的山羊胡，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，59，你想去，我也不反对。坐下。下了课，同学们都学会了这一句：59，你想去，我也不反对。坐下。到今天，我想起这件事情来，心里还会难过哦。一个大人好像不可以这样子跟15岁的小孩说话。喂，我相公呢？哦，他洗澡去了。他可去洗澡了，终于听明白我话里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一个大男人的，谁没有3妻4妾的？像我们这种做小妾的，多少日子才轮到一回呀？嗯，哎呦，我怎么跟您说这个？这扇子上的画好漂亮啊！哎，我自个儿画的。这书上的字自个儿写的。您这身衣裳自个儿缝的。这桌上的银票自个儿填的啊？哪有银票？我跟您逗趣呢。您真是吴老爷，我说您这个人实在太拘谨了，明天要考试是不是？是是是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放轻松点嘛。哎，不，嫂子，
我在这儿啊已经住了这么些时日了，受您照顾，这最近这三个月来连房饭钱我都付不出来，承蒙您不把我赶出去，留我在这儿白吃白住。我是料你准会考上。哎呦，利息可以不算啊，别忘了考上状元之后每天得帮我洗脚浇。那是啊我开您玩笑的啦。嫂子，您这是金玉良言呐、啊！我怎么考得取状元呢、啊？榜上有名，余愿足矣。想当初啊，我们也是胸怀大志，想嫁给读书人、状元郎，没缘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相公对我也很好，虽然我是个偏房小妾，但姐妹们感情也不错，一家人和乐融融的。哎呦，我怎么又跟您说这个？我相公应该快洗好了、哎、我得赶紧回去梳妆打扮打扮我这个时候梳妆干什么啊？我应该要卸妆哦。哎呦，我怎么又跟您说这个？啊，洗了澡好舒服。我说洗了澡好舒服呀。我说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，九娘刚刚在找你。他找我干什么呀？找了一晚上了，这真是的。哼，今天又不是轮到他。哎，可是他说。他说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哎呦，我老婆那么多，我爱跟谁睡就跟谁睡，轮到我不爱睡的，我宁可不睡。今天不是他，今天轮到八婆。我不睡，这不算破坏规矩吧？这真是奇怪了，这么不喜欢人家，当初又何必娶人家呢？当初就是因为记错日子啊。八婆那天，她也，那我就，后来她肚子就，那我就只好，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不，因为九娘她说啊，她说什么你管得着吗？你，哎，刚那一两银子呢？哎，找到还货呀？我没找到记账。对，因为我被一件事情困扰着，我这不能专心呐、啊。那个四楼13号房的那房间呢、啊？房门口为什么上那么大一个锁头？窗户都用木板把它钉上了呢？那间它是个仓库。仓库不是在后院？对，那间东西放的比较贵重。贵重东西放那么远，那不是不方便吗？贵重的东西放得远比较安全。贵重的东西放得远，它怎么会安全？你怎么那么烦呢？不是，前两天啊，我打那房门口经过，听见房里有声音呢、啊，我觉得奇怪呀、啊，上了那么大锁头，里头怎么会有声音呢？我就从那窗户抠开一个小洞往里瞧，哼，那里头乌漆麻黑的，你抠个小洞能看到什么呀？没有这么小。多小？这么小。你猜我瞧见什么？你瞧见什么？一幅画。啊，画的是一个书生，哎，旁边还提着一首诗，是唐朝大诗人王昌龄的《闺怨》。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，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哎，真是好诗。
念得一点感情都没有还好诗。哎，我说啊，那画上画的那个书生啊，头扎方巾，身着葛布长衫，眉清目秀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嘴角还带着浅浅的微笑，那个书生啊，你不要问了，不要问了，不，对对对，我不是问的，我认识他，那书生叫金针呐、啊，你知道？何止我知道啊！最近这几年呢，只要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举人老爷们都知道他呀。九年以前，金殿之上传炉唱名，第一甲第二名金针四。榜眼及第，可是却在保和殿前气绝身亡，大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呀？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，我跟你说好了。我想你还是不要说了，我听了会紧张啊。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当然会紧张了，金针呢，他就从来不紧张，平常心。在我这儿的时候，该吃的时候吃，该睡的时候睡，该念书的时候专心念书。该跟我秉烛夜谈的时候，那是个够意思的朋友。他就是住在四楼十三号房。是。他在金殿应考的前一个晚上啊，还跟我在这儿聊京城的吃喝玩乐天下大事。考试的头一个晚上怎么可以聊这些东西呢？你们这些人当然不能了。对金针而言，考试固然重要，可是怎么样也比不上一个人好好的活着呀。他那个未过门的媳妇儿16岁就跟着他从苏州来到了京城。16岁未过门就偷汉子私奔呐、黄花大闺女。家里开药材铺的，非常有钱，可是就为了他这个情郎啊，跟家里断绝了关系，拎个小包袱跟他来到了京城，变卖了所有的首饰，在我这儿住了一年。会一手好刺绣，烧一手好菜，会作诗，能画画。是，这个部分倒是鲜为人知啊。我们怎么都听说金针他是气死的，啊，考了那么好的成绩，榜眼哎，坏就坏在他的名字啊，金针。真金不怕火炼的金针二字，这个名字还不好吗？皇上他讨厌吃金针呢。就连皇上生病的时候，御医针灸扎的那个针都是金针，好疼的。那是御医手艺太差了吧？名字取得不好，怎么能当状元呢？朕姑念你才识渊博，见识卓越，就赐你第一甲第二名榜眼吧。哟，当场就把那个状元给了他旁边那个文采相貌都不如他的那个家伙，真是冤枉啊。金针步上丹池，接过玉蝶，皇浩荡。讲话怎么这个口音呢？他苏州人嘛。江南才子，皇浩荡，赐我榜眼，师恩浩荡，起我同盟，亲恩浩荡，生我法夫，天佑我大明朝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干什么？你推我干什么？金针他就七孔流血气绝身亡了。这么惨呐、
后来过了三年，有位老爷叫做张茂修，那是那一科的状元郎啊，在金殿之上保和殿前让人拍了一下，回答问题是头头是道，钦点状元，是吧？又过三年，有位老爷叫朱国作，也是状元郎，在保和殿前也让人拍了一下。哎呦，你轻点好不好？对不起，钦点状元，状元都是拍出来的。谁拍的？金针。胡说八道。金针虽然死了，可是他冤魂不散呢。为什么冤魂不散啊？他挂念着跟他来京城的小姑娘啊。是喽。即便是他死了，他也要选个如意郎君好来照顾这位小姑娘。是是是，他选了没有呢？他选了，他在保和殿前看谁顺眼就拍谁一下，把他拍成状元郎。轻点吧你。可是他拍是拍了，小姑娘跟状元郎没缘分，两个人谁也不认识谁。那后来他怎么办呢？小姑娘她就改嫁，嫁给一个普通人。你看到的那幅立轴啊，就是小姑娘她画的最后一幅画。是是是是是。哎，子不语怪力乱神啊，不要再讲了，让我念书。切，你们这些读书人呢，就是想不开。好了，你十年寒窗，你读了多少书啊？你今天晚上就算是把它全部读一遍，也抓不准明天皇上问什么呀。我临阵磨枪不亮也光满。我看看你念什么。四书集注，你看得懂？你看，读出声音来，我听听。装样子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哎呦，认得几个字儿的，可以啊。这是金针在保和殿前皇上问的问题。真的？你在挖考古题呀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，活像个待宰的猪羊。哎呀，读书为考试，考试为考取，考取为当官。你们这些考生啊，明天一大清早就全部要排在午门前面斩首示众。干嘛呀？集合整队，哎，查验准考证。嗯、哎，搜身，不准夹带小抄。是喽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锦衣卫大党头发号施令，立正，乘二路纵队齐步走。大家鱼贯进入午门，越过金水桥，穿过太和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壮阔的太和殿。那是皇上登基元旦早朝的地方。溜过太和殿，绕过中和殿，就到了考场保和殿。哟，这个时候一大早，你就听见那耳朵边远远的传来悠扬的钟声啊啊，空空空。好啊。好个屁。嗯、哎、这说的是你们考生的处境。怎么说的？三空。哪三空？一大早起来还没来得及吃早饭，肚子空空。是了，搜身不准夹带小抄，口袋也空空。对，脑袋也空空。那为什么？走了那么长一段路，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啊，一紧张脑袋就空了。那不完了吗？这时候就看你们这些考生啊，吓得是原形毕露啊。不过紧张还好，那还算是个人哦。你就看见有一个公子哥，你来金殿应考啊，居然还带个书童啊，书童还扛个扁担，一头挂个金丝雀，另外一头挂个一个酒葫芦，
干什么呀这个人？是啊，人家来考试，你来逛大街呀、啊、真是挠拔就骂他。乐器还会骂人的？骂得凶啊。怎么骂的？逛大街，逛大街，逛大街，逛大街。嗨，就看见一个老先生，70多岁，头发胡子都白了，跟在大家伙后头。哎哎哎，这种场合家长就不要陪考了，增加考生的紧张啊。他不是家长啊，他是考生啊，考了30年没考上。哟，大罗就嘲笑他。怎么嘲笑的？你还来考，你还来考，你还来考啊，你还来考。哎哎哎，不要讽刺老人家。扑通。什么乐器这么响？没有，一个考生没出息，当场吓晕了，脚一滑就掉进旁边荷花池里。去，赶紧救人。救什么呀？小罗说风凉话。说了什么风凉话？抬抬抬抬抬出去，抬出去，抬出去，抬出去。嗨嗨！哟，糟了！怎么呢？这远远就看见一个考生啊，从后面追上来，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他干什么？准考证忘了带，赶回去拿，所以迟到。赶紧跟上来吧。木鱼对这种粗心大意的考生非常有意见。有什么意见？扣扣扣扣扣分，扣分，扣分，扣分。哎，大罗还附议呢。怎么讲？当掉。嗨。这时候你就看见一个考生啊，扒下他的裤子猛看大腿啊。他干什么？刚刚啊搜身的时候没搜着，他把小抄抄在大腿上了。嘿，唢呐对这种投机取巧的考生非常有意见。有什么意见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些乐器都没人性了。也不全都没人性。嗯，从春秋时代就传下来的一个古乐器边磬，脾气最温和、哦、给考生们加油打气。磬是石头刻的，挂成两排，叮叮咚咚敲出声音来。边磬它怎么说？放轻松，放轻松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，放轻松。这还差不多。这时候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哦，大鼓法罗齐鸣啊，给考生最后的祝福。怎么说的？共鼓。这急上了。这个这时候所有的考生都跪着，文武百官都站着，皇上让他一个人坐着。皇上让他一个人坐着干什么呢？来来来，你来坐。坐。对对，坐坐坐。我姓朱，姓朱名德正，家住北京城，20岁还没有定过。你是猪啊？干嘛？双簧你会不会？双簧懂不懂？我是谁？我会不懂双簧吗？那我说话你对嘴呀、啊、我出声音你做动作呀、啊、我说什么你做什么嘛。哦哦哦，好好好，那我试试啊。不准试，要准确。我尽量。不准尽量，要100%。明儿皇上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能说启禀皇上，我尽量。你像话吗？来啊！从开演到现在，我台词那么多，你做一点动作会死。你们帮帮忙。来了。哦，我
寡人。对，寡人有疾。不要乱讲话。你不要讲话。寡人姓朱，朱，朱，是朱红色的朱，不是猪八戒的猪。你提他干什么呢？你不要讲话。寡人又读兵书，详熟战策，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也练过几天拳脚功夫，可说是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角龙。怎么那么慢啊？我在想词儿啊。哎，很累的。好，脚先放下。寡人武功高强，今日为大家献丑啊，表演个勒砖。什么？哇，好大的砖头，而且还一颗一颗的，我勒，我用力勒，哦，我使劲勒，哦，我使大劲勒，我勒你了，我还在整人呢，胸口一会儿真勒出一颗一颗来了。好了，不整不整，不要整人了。来来来，寡人大明朝天子在位，锦衣玉食，夜夜笙歌，从来不问百姓疾苦。我上过刀山，下过油锅，吞过砒霜，喝过硫磺，呸，杀过老虎，啃过大象，哎，让土匪射过三箭，被刺客打过三枪，这都不算什么。昨儿晚上在后宫陪我睡觉的，他是一只羊。我这么变态啊？不要讲话。哎，今当大比之年，今日是殿试，考生们都跪着，寡人于心不忍；文武百官都站着，寡人于心不忍；寡人一个人坐着，寡人于心不忍。寡人决定不做了，寡人半蹲啊！各位都是大明朝的精英分子，今日若金榜题名，当为大明朝竭力尽忠；今日若名落孙山，也不可妄自菲薄。要知道，能够来到这里，已经是鹤立鸡群。什么是鹤立鸡群？各位可能不知道。什么是鹤立鸡群？
寡人就示范示范。什么？表演一下鹤立鸡群。你不要停下来啊！哎，你意见怎么那么多啊？不是，你故意整人吗？你这个，你想不想演下去吗？想，想就甘愿一点嘛。好吧，现在你演你自己，我演你，到底谁演谁啊？哎，你领悟力很低耶。你书都读到屁眼里面去了，双簧你懂不懂啊？懂啊。那现在你是考生？我考生。哎，跪下。相公，哎呦，你怎么还在玩啊？人家衣服脱了又穿，穿了又脱，都已经三回了。我不是嘛，今天是，哎，来来来，你坐下。啊，你演皇上？不，还玩双簧啊？等一下。好啊。喂，不是他跪下。启奏圣上，圣上日理万机，忧国忧民，受万民之敬仰。微臣愿竭力尽忠，当为大明朝江山社稷效犬马之劳。今日就让微臣为圣上献唱一曲。什么？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嘚儿呀嘚儿浪又起，嘚儿呀嘚儿没有意，就好像两脚林那个同日生呀，我俩一条心。嘿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里嘚儿呀嘚儿浪又起，嘚儿呀嘚没有意，就好像两脚里那个孔日生呀，我俩一条心。皇上问问题。哦哦，子曰：“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”是女人难养，还是小人难养啊？都说小人坏心肠，接到女子费思量，冷眼看尽世间人，虚伪君子最难防。哦，你听，干什么？停。嗯，不要玩了。你口音怎么变了？相公，我说你到底睡不睡觉啊？哎，我说九娘，你是怎么了？今天一个晚上问我要不要睡觉，什么事要不要睡觉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今天是轮到八婆呢，关八姐什么事啊？今天怎么不关她事？今天礼拜三，她轮到她了。今天礼拜四，哼，哦，哦，今天是礼拜。不是礼拜，
我就说你是个王八蛋混小子吧。干什么？我跟你在一块耗一个晚上干什么呢？你自个儿，我今天是跟酒娘，你这是嗨哟，我这是嗨，浪费我时间。酒娘啊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呀、啊！你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在他们这儿啊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我讲这个干什么呀？时间都来不及了，天都快亮了，我好不容易走光了。是谁在我书上乱写乱画呀？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，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轻点儿。谁推我？小四，小四，老爷怎么在楼上聊这么久？天气这么热，忙了一上午准备的清汤排翅，是不是该先盖了？小四，小四啊，做的那呛蟹冰都快化了，该添点冰了。寿桃是我亲自点的，99个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，应该不会有问题。蒸屉子该加点火了。小四，小四啊，这人是怎么搞的，手脚越来越不勤快，最近老叫不动他。小四，夫人，您叫我。没事儿，那我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我没动啊。今儿个是张首府大寿之日，上上下下忙成一片，你怎么两手空空的闲在这儿啊？我呢？我很忙哎。你喝酒了？夫人，你问我。喝一点。今天你居然敢喝酒，不是啊，夫人，这个我要跟您说。站好，叫你站好。你不会站好啊。夫人，我说你坐在那儿不要晃来晃去好不好？你晃得我头好晕呢。官夫人要有官夫人的样子，你想当官夫人，我支持你。你想要穿这身衣裳，我支持你。你想发号施令，我支持你。
可是我说你不要晃好不好？你坐下。夫人在呢，哪有晓得我做的份呢？夫人，你要不要让我坐？我站得好累呢。你坐下。对喽，夫人，官夫人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坐在那儿不要晃啊，乖。你以为你喝了酒日子就可以这样过了吗？你以为你喝酒就可以逃避一切吗？你以为你这样做大家就开心了吗？你以为你这个样子我们的命运就会改变吗？夫人，我不要讲话。你应该要振作起来，你应该要面对现实，你应该要忘掉过去，你应该让自己清醒，重新再站起来。夫人，我叫你不要讲话。我想我太放纵你了，我想我要重新立下规矩，我想我得要督促你，我想我不能再让你一直沉迷下去。你刚才到底要说什么？说完了。三年了，打从老爷考上状元的天起，你已经不是那个人，你是这个人。当初老爷本来想跟你买下这间71客栈，我就劝你把它给卖了，你不肯，结果被老爷没收。照我说，被没收也就认了吧，你不认命，还到处乱讲话，说什么老爷考上状元全都是你帮的忙，这话你也敢说？要不是我在老爷面前说好话，早就没命了。小厮，一夜夫妻百事恩，你听话，酒不要再喝了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也该认了吧。像我，我早就认了。九娘啊，多谢夫人还念旧情。这话不能乱说，我跟你之间还有什么旧情？谢谢夫人。好好好好好，劳驾回复张首府，说我随后就到啊。哎，那咱们那下八圈儿，哎哎，好，就今夜二更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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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哐哐嘛脆噔，哐噔脆噔，哐脆脆脆脆脆，哐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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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哐不脆噔哐。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，将相本无种，这男儿当自强。哐脆脆脆脆脆脆，哐脆哐脆哐脆。
我说这个当官哎，有四句口诀。这第一句，门清不求一摸三啊，这种官啊当起来最没劲儿了。门可罗雀，两袖清风，凡事不求，一不小心摸到点油水，他不过三台。这种官啊，官职多在四品以下，他打不出大格局啊，顶多那么五十二十的，你说三台能有多少啊？110文钱，还不够我们家打醋的呢。是啊，可这种官啊，为数最多，占我大明朝官员总数的78.78%。那您再说这第二句，单调独听一条龙。啊，这种官啊，恃才傲物，从来不跟大伙合作，顶多嘛官拜三品，就再也升不上去了。您看呐，从前管国库的那位王大人，整天要查大家的账，说什么哦，官员的财产要摊在太阳光底下，那怎么可以呢？搞到最后丢官罢职，回家吃自个儿。有那点闲工夫啊，竟跟那些洋人，什么汤若望啊、利玛窦啊，他们上上教堂。哎，是是是是是，大明朝还剩下几个这种官了？哦，占官员总数的死定了，肚子还饿饿。这是4.22%。好，那你再说第三句，暗杠抢杠杠上开。哎呀，一说到这个我是心花怒放啊。啊，这是我大明朝官员的中流砥柱哦，表面上是花花轿子人抬人，可暗地里啊，你捅我一杠我绊你一脚，你吃我一张我活你一把。是啊，这样的游戏也只有我们这种二品以上的大人才玩得转杠得开呀。我们的手上始终比人家多出那么一张牌，为什么？好杠啊。你们这会不会杠得太高杠得太硬了？所以后来就规定凡四杠以上这把牌就算和局。为什么？大家不伤和气嘛，重新洗牌，重新再杠。还来呀、啊、我们这些二品大员在大明朝那可是一路发发。这是16.88%。好，那第四句，相公诈胡连庄来。听得都不像话了，相公怎么还能诈胡，而且还可以连庄呢？所以高啊。啊，这些相公老爷是我们杠子辈儿的师傅啊。哦，您看东西两场的公公们，他们说出来那话可是莫测高深呐。怎么说的啊？这个问题值得研究，那么我们把它带回去好好的研究研究，等我们研究出一点概念来的时候呢，再提出来让大家共同研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是，放屁都没臭味儿。一辈子在官场上磨出来的真功夫啊。哦，是。可这些相公老爷们情绪很难掌控啊，动不动啊就要辞官。那是为了对大家负责。负什么责呀？啊，还不就是扭捏作态等上头的喂流。那上头要是不喂流呢？那也不要紧呐、啊、手气不顺就搬风嘛，换个位置他再连庄还能来呀、啊、这些相公老爷在我大明朝可是发发发。
88.88%，您知道了。是。哎，您这个78.78%的4.22%的16.88%的8.88%的，这合计是108.76%啊。啊。好奇怪呀、啊！有人算百分比，那个还会超过100%的。对呀、啊，还对呢。那您说，那多出来的那是8.76%，扒在锅边吃肉啊，扒着吃肉啊。通用术语叫做朝廷冗员。啊？冗员归冗员呐、啊，分不同的层次啊。是吗？最上层的那叫天庭啊，生长在帝王之家，一出生就是王爷、郡主、千岁，他一起手他就听牌了，这命多好啊！中间这个层次那是帝庭，火，贵妃的爸爸，贵妃的二哥。贵妃的表侄子，也就是太师、太傅、少子、少保、少卿。哎啊！对，靠的都是裙带关系，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还有一种啊，最低的层次，那叫孤张，孤张。就是那一张你不知道该把它怎么办的那张牌，放在堆儿里凑不成对儿，打下海嘛肯定放炮，既不好用又搬不上台面，是吗？所以朝廷才要动省废国大。哎，你把它给动了，银子就是省了。啊，是是是，套句南方话吧，啊，这个就叫做定高低呀、啊。嗯，啊，您这个段子，大人。小四啊，是。我说，4楼13号房里头的那些破烂玩意儿扔出去没有啊？说了好几遍了啊，怎么说怎么去办去了啊？是，老爷。回来，听别人说你对一件事情非常有兴趣，索性今儿就告诉你，我得中头名状元的那一天，皇上出的题目果然就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都说小人坏心肠，见到女子费思量，能眼看尽世间人，虚伪君子最难防。当然了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，考试的当天是皇上他老人家59大寿。妈的，那么巧啊。干嘛？少卿，啊，你确定剧本有前面那两个字吗？那么巧啊！说来，我还真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在考前一夜为我做了一场状元模拟考啊！老爷，时候不早了，该上轿了，
别让张首府等我们了。景娘，坐。今日乃是张首府的寿诞之日。要知道，张首府在朝中那可是位极人臣呐，一人之下，万万人之上，对下官我也是多所提携。今日我能有这二品刑部侍郎之职，全靠张首府的提点呢，这点关系维系下去不容易。老爷，我知道。你坐下。张首府有个小女儿，年方18，尚未出阁。方才首府派来的参赞校尉在我房里聊了许多，无非就是传达张首府有意思要将小女儿许配给我。他也预备在今晚的寿宴之上宣布这个消息。我觉得，老爷，那您家乡的夫人呢？谁？还给你生了个儿子的？哪有这么一回事？哪一个敢出去乱讲？张首府的女儿，那肯定是娇生惯养，很难伺候的。可是怎么办呢？我，九娘，你明白吗？老爷，我想你不明白。就算往后有人说我攀龙附凤、欺世盗名、抛家弃子、不认糟糠，这个担子恐怕我也得扛在肩上了。九娘，你明白吗？我想你不明白。在这繁华俗世、滚滚红尘当中，想要作为一个正人君子，总得牺牲点什么。担待担待。九娘，你明白我的苦心吗？我想你不明白。从今以后，不要再说我这状元总是拜倒在女人面前，但是你可以叫我张笑颜。哎呀，所以今晚的寿宴你不用去了，去了你会尴尬。老爷，那我呢？以后我们……你坐下。你还是我的九娘啊，你还是过着跟原来一样的日子啊。既然让你跟了我，那就一定会让你幸福的嘛。只不过你这身衣裳啊，可真是……来来来来来，这才是我的九娘嘛。哎，我想这么着，此刻呀赶紧回府去把你的东西收拾收拾，搬回这里来住。以后府上有夫人了，我们总不好，是不是？不过你放心呐，
在朝为官的朋友那么多，下得朝来，我们还是回这儿来呀。大家酒酣耳热之际，还是我们俩还是可以啊。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啊，我马上找裁缝来帮你选上好的料子，全新的首饰。九娘听话乖。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，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